昨天晚上，大概10:15，在这里呢就发生了一宗枪击案啊。当时在这个餐馆的外面有一座客人呐、在喝酒，有5个人是。一个华人，4个锡克族人，同时有一辆轿车，古腾那个维拉什么英雄，青色的，到来，然后其中一位客人锡克族的就走向那辆车，过后就听到枪声，然后继续。就有听到枪声了，就是说车里的人呢，射了几枪，然后有3个人受伤，2个是锡克族，1个是华人，他们都被送去医院，现在治疗之中。有一个锡克族的受害者就伤势很严重，暂时我们还正在调查。好，哥，我跟你好，哎。